本港新增四宗新冠病毒輸入個案，當中三個人帶有 L452R 變異病毒株。患者包括一個九歲的男仔，在機場驗出確診，帶有變種病毒。他的密切接觸者，一個18歲的男仔，就在竹篙灣檢疫中心確診，未確定是否帶有變種病毒。兩個人都沒有接種疫苗。星期三坐新加坡航空 SQ882 航班由新加坡抵港。至於另外兩個驗出帶變種病毒的確診者，分別由卡塔爾和芬蘭抵港，兩個人都已經分別打了兩劑復必泰和科興疫苗，初步確診少過5宗。